OK 财务特约蜗居睇楼团。踏入呢间屋，第一印象就系周围都系玩具。客厅呢个模型柜，男士们见到都会忍唔住哇一声啊！呢个柜都系放玩具噶，仲有呢个漫画柜。呢间系一个两房两厅嘅设计嚟嘅，咁啊男户主比较中意收集一啲模型啦，啊女屋主就中意有好多杂物需要摆放，咁啊仲要留翻啲空间俾个女咧去收埋嗰啲玩具同书籍，咁所以喺设计方面咧要平衡佢哋三个人嘅储物空间啦。装修前客厅嘅模型柜系咁样嘅。屋主有很多不同的心愛模型去擺，也有不同的大小，我也不想設計到模型櫃是一個固定的間隔，很死板，所以我們做了一個不規則的設計，讓不同大小的模型都可以隨業主的喜愛而擺放。由於女戶主很喜歡綠色和深色，大門入口就特地做了一個樹葉型的書架，後面就加了深綠色的效果牆。裝修前這個位置是這樣的。至於原來廚房和飯廳中間的牆又改咗用玻璃，加强咗采光，令个厅睇起嚟大咗。而厨房嘅工作台面积都增加咗。至于客厅，为咗增加储物空间，加建咗个设计感强嘅回应地台。主人房呢个漫画柜，原来系根据墙身嘅凹位而订造，可以放成千本漫画架。而睡房嘅家具经过重新摆设之后，可以放得落十尺阔嘅大衣柜。地台仲有大量嘅收纳空间，原来嘅杂物房而家改咗做女同埋工人嘅房，一样有唔少储物空间噶。睇完条片系咪想即刻装修间屋呢？有 OK 财务业主私人贷款，无论你系私楼、居屋、夹屋、唐楼，定系村屋嘅业主都可以申请，仲唔快啲嚟靓装你间 dream house？ 借定唔借，还得到先好借。